生鸡这样做开胃又下饭，赶紧学起来吧。早上买的新鲜鸡肉，按照屏幕上的调料抓匀，建议大家选择嫩鸡，这样肉质比较嫩滑，放入高压锅或者蒸锅内蒸熟即可。蒸鸡这样做非常香，特别是这个汤汁拌饭真的太绝了，你们一定要尝试哦。